好，来，好，哎，先让先把拍照一下，来，我们先让平面拍照一下，来，看一下中间的摄影机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先把，谢谢，好，把比赛时间交给呢我们的大会的裁判 Kenny。 你跳啊！李哥他跳。好，好，第一节比赛开始，双方跳球。 注意，有输的要跳舞。好，陈志忠一个超前，很秀啊，丢。 犯规，三分线外出手动作，林冠伦罚球三次。哎，那哪一队了？好。 第三球可以抢得很满的哦，他说他罚球比高国豪准，进三分球，陈立焕，目前双方比数5-3。好，田浩的超前，4-1的快攻，一个背后传球，陈立焕被篮筐盖到。 前后也被篮筐盖到，好，上篮得分是我们54号的吴岱豪宋宇轩助攻。Nice way， 宋宇轩。 刚进的我们就喷彩带了，漂亮的上篮得分是我们宋宇轩，打啊打啊打！那个拿一支麦给高景言。
来，强制换人，强制换人，这大会规定强制换人。好，球权呢回到呢是我们的代豪队。高国豪第一次在主场被虚，好，一个漂亮上篮得分，目前的比数越来越接近了，19-12。海哥将球运过了半场，急停跳投，好，球线，陈立焕对球。对球，田浩不要怕他啦，田浩打冠轮嘛，好，一个漂亮搭配，得分的是我们高国豪，好，一个挺高的是我们高国豪，小东西 review 看 review 看 review 看这个看 review
分，没错没错，这一个就是传说中的格子姐姐，骑机车的格子姐姐 review 是看到这一个，啊，是看到这个。成绩呢是我们宋宇轩，好，等一下最后一波陈志忠林冠伦一对一单打，所有人离开，所有人离开，就你好 one on one，没有传球的啦，哎，不传球的，不一对一单打。好，第一节比赛终了，来，双方可以做一个讨论。哎，子婷在哪里？子婷，来，子婷来。因为我们今天哈中场刚好也没安排什么表演节目，那刚好有牧师女孩来，那就牧师女孩先来跳一段好了，好吧？哎，包董事长，包董事长，明年他可以继续留在。